欺骗了，图片和市集完全不符，而且一个人只能拿四个，味道是天抠了。接下来这个是什么饺？后面吃了撅了想泡脚，也是第一次在食堂菜单上看到。接下来是天味辣条口干了命台芋，这么看着一顿又辣又甜又酥。 在甲店泡菜，去欠菜仿小票那糖。今天是凡吃那起了糖，上次吃反正是没肉，也不知道为啥叫牛肉星球糖。再搭点蔬菜沙拉，看菜单明天中午正餐里有水果沙拉，再纠结明天中午吃不吃。会做味。 准备坐下开始吃饭。今天的糖有肉，上次整了太杂片，饭后和同学散步一下，顺便买个红豆味鲤鱼冰吃吃。